我没办法了。等会儿我买俩气球，你卖过，妈妈，我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些了，大爷，不管不管，我买个干闺女，妈妈，哎呀，我为你好，可是，我也不想说你，一把年龄了，搁这来，就到咱爷上拉呱了，这个社会就没有啥容易的，算是就没老板，哎，大爷，给我们拿两个气球，我挑两个冰的这儿，哎呀，我付钱，我付钱，大爷，不要钱，哎，不管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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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钱，给我拿俩。要拿个不要钱，哎，不管。不要钱，我说不要钱。我说的给就给，我跟你说，我说给就给。我给你，我不要钱，不要钱。给我拿两个冰在这儿吧，我给俺闺女。不要钱。再给我拿个小飞机。你扫二维码的给拿来。不要钱。不管。不要钱。不管，你别这样，你不要钱我就不要了，我跟你说，对呀，我买两个给俺闺女的。不要钱。你当爷爷的，你当着这样，你不要钱我不要了。那我给5元吗？你别胡扯了。不到了我不要啊！啊是，10块，妈妈。不管，不管，不管，不管。我不要，不要你不要我。我付了，我付了，我付了。我说你是为了你好。我知道，我想帮人帮人的。大爷，我挣的也不多，我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些。走吧，骑慢点。管我。多的话咱就不说了。谢。走机动车，非机动车道哈。行。